真的很想找蛇玩。你怎么了？耶！你怎么了？你要回应我啊！耶！你怎么了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来听一下，你找听一个，我们想来天向向你们呐、啊，真的不要吓到哦。我怎么来？用一个 AKA 什么什么什么跟大家打个招呼 ，One Two Three Go。大家好，我是 Lucy 派，露西派 ，AKA 天王之子 ，AKA 台北最嘻哈 ，AKA 不要在街头被抓，我是露西派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是露西派，我是露西派。就是说，你今天有没有空？就是想要邀请你来高雄支援一下，我们在路网很大。哇，阿贤哥知道吗？我现在目前不知道，没有想让他知道的意思。因为我怕他，我怕他知道之后，他会不让你来。就他了啦，就你了啦，就你了啦，争取了啦 ，Come on。OK， 明天等你哦。超屌！气势迎人。超屌！人家很忙。你觉得旁边接吗 ？Hello，Hello， 这里我 Alan。好嗨的一群人。嗨。因为我们现在路网很大，要支援一些艺人朋友，明天来高雄支援我们，这样子可以吗？OK OK， 我都不想去了。等你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保重身体，拜。我们要想一下，我不能一直像看电视一样看他们找人。对啊，我们要想一个，想一个。什么东西？喂，老哥，怎么样？你明天会有空吗？明天会啊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在高雄，然后不行的，不是明天还没放假哦，还没放假，对哦，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好，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说跟你聊个天啊，对对对 ，OK， 不会不会，他本来是到高雄，他就不来了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跟。刚刚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，他说能不走路尽量不走路，能不移动尽量不移动。对，如果今天能够在他家露营，他应该他就会吃得住。台北市的话，基本上应该还可以。没事，等一下。喂喂喂，怎么样？小齐哥，齐哥，是，我们在鹿玩很大，你可以明天来高雄找我们吗？我在上海呀。那我们没办法帮你付飞机票了。对啊，那我们唱首歌给齐哥听好了。我让你靠，让你靠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说什么？现在找到新军了。齐哥，我们要赶快找人了。不打扰你的时间。对的，哦对，啊不打扰你时间，小齐哥拍着拍着，还唱一首歌。对啊。哎呦，哎。你在忙吗？没什么，还好还好。可以讲电话吗？我有什么了？哦，没有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李安的试镜啊，我想问你。然后试镜玩很大的露营这样。对。哎，小恩哥，我是威廉。我们需要找一些神队友。对了。嗯嗯。然后我也是，我第一个就想到你。我们绞尽脑汁，你是我们最棒的名单。对，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可能营业中不用录影，所以你应该比较闲。没想到你竟然火速接了其他的工作。那你工作拍戏加油。谢谢。欸、我是也是要巧。我可以打给一个，我可以打给一个。一个备用。可以打给一个很好笑。一个备用的，谁？强吗？强吗？跑得快吗？肌肉大吗？有魄力吗 ？man 吗？犬犬。你要去儿子，儿子 ，yes yes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在高雄玩很大。如果明天我们用我们的交情，我们的亲情，邀请你明天中午12点坐高铁来高雄支援，你会愿意吗？
你要先跟我说支援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就是好像来支援一个关卡，好像是有关于体力的这样子。为什么会找我？你就找好玩的、啊，因为我想说，就算你答应我，我们也不会答应你啊。好坏啊！没有，纯粹跟你聊个天嘛。关心一下。你 OK？ 好，那我先拒绝你。没想到可能会干嘛吗？我们竭力完成一件事，然后吃饱是会对那个关卡有很大的帮助。是吗？吃饱，所以是不是会妖怪不会吃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呢。比如吃东西很快。但我真的很想找蛇丸，好啊。然后芊芊，因为这按逻辑来说，今天已经跑了，就是大逃杀已经跑了，不可能明天继续跑。有可能是吃东西接力赛，最快喝掉几瓶饮料啊什么什么的。然后你这一关是什么？对，他在屏东。屏东，我跟你讲，来这边很快。很近哎。我先 hold 他， hold 他， hold 他。怎么了？耶！你怎么了？你要回应我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没有开到那个大楼梯没有出来，我想说。那我们重新开场一次。耶！我想问一下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大概几点了？我明天，其实明天的时间是大概中午之后，对。中午之后。对。屏东过来高雄是不是一个小时就？半个小时，还是很快的。耶、yeah, ，超快的。对啊，我讲真认真的，明天到底有没有空？我明天真的想上台北。真的要上台北。我可以延后啊。真的吗？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结束之后，我陪你一起上台北。对对对。对对对。OK, 好，那没问题了。好， okay, 谢谢啦，谢谢啦，感谢你哦。抽时间，我已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搞定了，怎么办？啊！